え、山口さん、うん、早く片付けて、そう、早く片付けてよね。ちょっとこんだけよ、これくらい卵洗ってみようか。あいやまよ、わ、あいや、私いっぱい洗ったね。もう俺も洗っとったよ、さっき。あ、さっき嘘洗ったの。いや、いやの哺乳瓶も洗った。洗った、あよ、あ、これだけ、もう。いや、ちゃんと洗った、洗った。見て。さっき私がいっぱい洗ったの。ご飯やっとらん。あ、ちょちょ、はは、こう片付けて。哎呀，现在10:30了，我闺女呢，睡着了，我又开始我的深夜加班时间了。前两天我一直和我老公去砍树了，晚上累了回来倒头就睡，想半夜爬起来干活也爬不起来，没爬起来，没干活。妈呀，再不干的话，可真是社长那地方就要用了，我就赶不上了。哎呀。赶快今天晚上加班干干吧，明天还要去地里边砍树。本来我老公是那个什么租了个挖掘机，打算把我们前几天砍的那个树给他整理一下哈，因为太沉了不是吗？我们搬不动，用那个挖掘机挖把它挖走它。然后今天晚上我老公回来又问我说：“哎呀，那个什么要我们剩了那几棵树砍不砍？”我说：“砍吧。”他既然那么说的，那就砍吧。他说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说砍，哎呀，呵呵，其实我都想把那个路边上那些树都砍了，我觉得没啥用哈，就是主要还是看我老公。有时候其实我说好比说我说砍吧，我老公他不同意，嗯，就像砍树这种事情吧，我也不想去强逼他，我怕就是强逼他会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什么，毕竟这个砍树也是挺危险的哈。哎呀，反正是还是安全起见吧，我不勉强他，能砍他就砍，他愿意砍就砍，不愿意砍拉倒。他不是说砍吗？哎呀，就是好，明天就说明天。哎呀，你早点起床。他就是我老公，就有时候挺可爱的哈。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吧，他就觉得哎呀就睡不着觉了。早明天早晨你等看吧，早早就起床，早早就跑去地里边等着了。我得有我闺女，我闺女起床之后我们俩我得做饭给她吃，你得慢慢悠悠让她吃饱了，我得收拾她的衣服尿不湿，毕竟去地里边怎么地得好几个小时哈，你给她拿热的衣服，热了你得给她换短袖，冷了你得给她加外套啊，吃的喝的反正各方面的都得考虑。每次去地里边我都拿3-4个书包，把家里边反正能搬的都搬去，她吃的什么东西的哈。你说孩子在那边闲的话没事干，你得给他吃的什么湿巾啊，什么擦手的呀，各方面你得考虑。哎呀，我老公就想的简单，你哎呀就说你看看你要能不能，那个意思是咱俩能不能早点去，那个什么那是树不是砍完了挡在那个水稻田那个地里边吗？他那个机器也进不去，他自己弄不了，他必须得两个人哈，就是他操作机器，我帮他挂那个树那个钩，就是那个锁链子一样的东西挂上去，得有个人帮他挂，他自己操作不了这两个，所以就说等着我嘛，着急呀、啊。头会儿我哄我闺女睡觉，你也不知道，我就寻思你，我让我闺女早点睡觉吧哈，明天早点起床。你说这家伙磨磨蹭蹭了，早就吃完饭了哈，不着急睡呀、啊？你给他领上楼上去了，关上灯去了，他不睡，他到处爬，你就黑灯瞎火了，他也到处爬。一点儿没说着急睡觉，哎呀，实在是最后没有办法了，不爬了，在那躺着就开始了，你就听着那个手就闲不住啊，是摸的慌，摸摸腿摸摸胳膊，哗啦哗啦床单，你就关着灯，你就听了他那个手搁这哗哧哗哧哗哧，哎呀，这就是摸的，最后也是可能是困了，爬起来摸索摸索我，趴在我身上。肚子放在我脸上，趴在我脸上睡，哎，我又给他抱下来，我说：“来，你搁这躺着睡。”嗯，雇佣了两下，嗯，睡觉以前叫了一声妈，我说：“啊，睡觉吧，晚安啊。”这会儿是真睡了，哎，想想有时候也真可爱哈、啊。你人家可能那是真想睡觉了，那意思告诉妈妈我要睡觉了哈、啊。人家睡觉以前叫了一声妈，哎呀，有时候想想真是挺可爱的哈、啊。有时候脾气来吧，你真是挺要命的，真的，哎呀。就这个时候我就反省我自己，我就在心思，哎呀，他皮的时候，今天下午啊，我闺女也有个毛病，就是
可能吧，这个家伙就是 你得让他使劲玩使劲累才行。今天吧就在家里边，我就收拾收拾家呀，做视频什么，没领着出去跑啊什么的，也没开车出去，就在家里边。这个家伙你不能让他在家闲着，你就得把他领出去，让他在外边就是操练操练，活动活动哈，不能在家闲着，在家闲着不行。哎呀，这个睡觉什么都是个问题，十点半了才睡着，你咕咚咕咚的睡不着，你就什么的话。今天下午我在家我还反省，哎呀，这今天挺好的，没发火，我尽量不发火哈，就寻思，哎呀，他躲他就躲吧，翻就翻吧哈，嗯，大不了我再重新捡起来，要不就放在那儿行了，只要不当害的，呵呵，放那儿吧。就觉得哎，你老是朝孩子发火什么，你老说他也不好哈，他就是好奇可能哈。今天就寻思，哎呀，不跟他是一般见识，他愿意丢就丢吧。但是我就寻思，今天我就感觉啊，他丢了以后，我就尽量我心平气和的跟他说说吧，你捡起来，你他不捡就不捡吧，不捡的话，等到以后我再慢慢教吧。我就这么想，今天有时候就是，哎呀，想想真的是反省自己，有时候你对孩子是不是太苛刻了哈？也不能要求的太完美了。我就在想，他就这样玩，我就在坐着，我就在看着他，我就在想，你不能说像个大人一样要求他，哎呀，你看你玩够了东西，你立马把他放回去，放在哪儿，怎么怎么地的。哎呀，我就在想，丢就丢吧，慢慢慢慢长大就好了，我尽量不去介意这些东西哈。但是我就今天也是看我闺女，她也每天在变化，每天在成长。像现在吧，就觉得吃完饭了，她的饭粒掉在桌子上，她知道拿手纸拿那个抽纸擦一擦，也可能是看见我经常拿抽纸擦他掉下来的饭粒儿，自己看着也是觉得自己掉在桌子上可能不对吧，自己拿纸巾擦一擦。吃完饭之后把碗给我了，意思说他吃饱了，我就把他抱下来，自己往地下一站，一看那个地板上有他自己掉的饭啊菜什么东西的，就自己上厨房那个地方我挂的那个抹布，把抹布拽下来擦地。哎，看看自己心里边也挺难过的，就觉得哎，一说这事情自己心里边也挺难过，我是不是要求太严格了哈。你就看着我闺女，真是今天被我，这两天我感觉我闺女是长大了一样，有时候就是被她感动了那个感觉哈。你看这个举动吧，哎呀，知道拿纸巾擦擦桌子，知道自己掉地板上的那些饭粒什么的，知道吃完饭了拿抹布帮我擦，不管是说擦没擦干净，反正是不擦还好，一擦擦了到处都是哈。但是你看她那个小小样吧，跟着擦来擦去，哎，你跟着看她，你真是。你想生气你都生不起来，自己就想想以前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会脾气不好说他啊哈，朝他发火什么东西，哎呀，我以后应该尽量控制，不能朝他说话声音太大了，或者是朝他发火啊说一些就是特别严厉的话那样的哈，不能那样式，想想应该好好的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哈，他大哪怕他这一次听不进去，那我就下次的跟他说吧哈，多说几次吧，多说几次也许他就记住了，是不是哈，就是让他顺其自然吧，不能要求太严格了哈。脏就脏点吧，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么一步步长大嘛哈，慢慢长大他就知道了。哎呀，